大家好，我是小妹，今天晚上做个炸酱面，做完饭准备出摊了。这个是中午做了多了剩了，晚上热一下继续吃。快过来吃饭了，上一箱你吃不吃炸酱面？不吃不吃，我忙。经理，说说投降，你是东北，我想给你一口。吃半碗，吃半碗，吃完。哎，不行。必须得八，你就吃半碗，八口，八口，八口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吃半碗啊。不八口，吃半碗。准备走了，我又买了一个这个小桌子，提起来方便一点。今天在我妈小区门口这个商业街这儿摆一下它，因为那个老地方因为疫情，现在暂时不让摆了。这里人也还可以，看看。手机贴膜，大家可以往高了放吗？啊，这最高了，这可以摆的，这没，这这里有城管没摆着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？那要你等啊，哪等的？安娜，我们家在家伙店门口。啥手机？稍等一下啊、哦，有呢，有，稍等一下啊、哦，十块，对，凳子坐着。我今天刚来这边，之前在那个奥体那边，他那边现在，对，那边现在有疫情不让摆了，那边人多。贴一下，最近没贴，最近没贴，有点生疏了。你这菜前面还有没？啊？还有没？没有了。贴完之后贴的。哎，王岩，又凳子，两个呀，几个树上那贴两个都贴废了，贴两个贴。不好意思，这就一点点一点点，其实也不影响，我不收你钱。收钱啊，给你开张了。没事，我不收你钱了。那你意思还不两个？不用不用不用收钱，不好意思，没给你贴好，把你的姐都没给你贴好，不好意思。你收我。不用不用不用贴，哎呀，我都没给你贴好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过几天再开了再来，我再给你免费贴一个。刚才给第一个顾客没有贴好，因为我好几天没贴了，手有点伤。我本来给他说免费不要钱的，但是他坚持给了我十块钱。然后我给他说我这段时间就在这边贴，如果他的那个膜坏了的话，过来再给他免费贴一张。对，你说我这个是平打了吗？是膜坏了吗？是平打了。来看不来，好像平打的。平打的。啊？嗯。给我借一下吧。这人也挺多，你拿个啥在这扫微信加吗？啥怎么卖？不是来神农女呢？天凉了，我也不好拿。我给他送个气球呀、啊，送个泡泡，送个泡泡是最实惠的。泡泡嘛，甩泡泡嘛，你拿一个在这甩嘛，给陶成再带一个发卡。我觉得比较乖，你知道吗？省钱的嘛。那就得乖，我让俺闺女在后头拜条乖呢，还把碰见熟人，俺那个把乖啥嘛，挣钱用还乖。嗯，还顶着个新鲜。啊？咋？泡泡嘛，拼多多上你搜个泡泡。哎，你给我批发，你搜个批发啊。批发。我这不好说。好吧，贵吧，拼多多便宜。嗯，好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嗯，把这边灰给你再擦一下。哎，不要动。
灯泡是放电池里的。充电的，充电的。今天换到这边，我感觉收音还可以，一直麻了贴个不停，到现在才能休息一会儿。这边人还是挺多的，这边有两个小区，这边是一个 A 区，这边是一个 B 区，我妈就在这个小区住的，两个大型小区，所以人还是挺多的。我发现我换到这边的话，他们特别爱搞价，过来了差不多一半人他们都是搞价的，三十块多贵。这个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个地摊计划怎么样，到现在还没有启动。先让我朋友帮我看一下他，我去前面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都有卖什么的。这边晚上还有大妈在跳广场舞的扇子舞，对，跳的还挺整齐的。感觉这里摆摊的不是特别多，但是这里人还挺多的。然后转到这边，这个就是我妈住的那个小区，也是这种高层，所以这边住的人是特别多的，两个小区。我就在这个位置，我朋友就在帮我看着。然后这儿有个小孩玩的，这儿有个卖衣服的，这也有几家卖衣服的。这还有一个按摩的。刚才我刚摆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个老板过来问我是准备卖什么的。感觉每次换一个地方，隔壁的摊主都特别热心，都主动过来打招呼那种。现在这几天可凉快了，现在外面才是24度，感觉都有点冷。今天晚上坐到这儿，风吹的还有点冷，应该拿个长袖出来。天气变得太快了，前几天还是40度高温，还要吹空调呢，今天突然降到26度了，太凉快了。现在贴一个膜，感觉不到一分钟就贴完了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有点不熟练，给第一个顾客贴了两张膜都没给他贴好。我本来说就不收他钱，但是他坚持要给，然后我说给5块钱就可以，没想到他给我扫了10块钱，真的是特别感动。隔壁都收了，我也收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拿着我的行李回家了，今天换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其实一个人刚开始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、害羞的，幸亏有我的朋友过来陪我。今天还是和平常一样，一晚上差不多100来块钱，还可以，就够我们家两三天的买菜钱了。